是结婚照吗？全家福。全家福是什么？长大以后就是真的知道说家其实是避风港，真的是避风港。因为自己在外面读书啊工作的时候就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就会想到哦好想要回家，在家比较多陪伴然后关心这样。然后他们就说不然你不要做，你回来我们养你。左上右下，你的右边是下面，右边要从他的下面，右边要从他的手下，穿过赖文茹的手。对，左上右下，原住民家，可能是原住民的关系吧，就还蛮搞笑的。我小时候是从这边长大，很会讲原住民的话、阿美族的话。高中一年级嫁进，没办法支付学校的开销，就往北部找工作做。不一样，不像一般都市小孩吧。我们小时候蛮喜欢在台中玩，比较轻松啊，不像都市这样子。很期待赶快到家里，看到自己的故乡哦，心情就会很好。你看这里空气，这里的土地，放轻松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梦幻家庭，梦幻，小孩子比较爱玩，可是他们所经历过的都是小孩子。我个人认为很危险，或许很多的文化、很多传统技艺，还有老人家所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下一代的或许都已经忘掉了，这很可怕，很危险。我希望我的小孩子能够永远记住什么叫做原住民，什么叫做阿美族，他的主旨是什么，他的精神是什么，他的文化是什么，要知道。感谢你们哈、在这个清明节呢，自己抽空回来啊、祭拜我们的祖先。我们以诚对人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以信用为第一，绝不输人，这是我们阿美族永远不变的精神。大家加油，要常回家了，对，不要忘了回家的人。你们爱你们的家人吗？看不出来吧。